中国致力于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。中国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，我们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研发人员队伍，全球最多的发明专利授权量，人口红利正在向人才红利提升。全社会研发投入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已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，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创新应用场景不断涌现。中国的数字化、绿色化发展加快，数字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，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不断加深。2023年，跨境电商出口增长19.6%。绿色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提速，新能源汽车、锂电池和光伏产品成为中国产业的新名片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进一步增强创新驱动，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，更好地吸引全球优质生产要素，大力发展新技术、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模式，拓展服务贸易、数字贸易，促进各国企业创新发展。